在小丑已经上过来了，但是他现在又站上来了，他不同的表演，之前呢就是玩碟子的，现在他玩乐器去了。哎，你们都好坏哦，特别那个大队长，你们都坏坏的。到底怎么样嘛？有的人又说喜欢讲话，有的人说不要说话。我刚才一直没有说话啊，我现在才回来跟你们讲话。你们搞笑，我要听说话，好好看电视，别说话，我要听讲话。不管了，我的地盘我做主，我想说就说，麦克风在我手，哈哈哈哈。对啊，现场的观众好配合，所以你要来到现场看的话就不一样了，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。不过在线看有在线看的不一样，因为有时候你在现场坐的位置可能比较高，你可能一些东西看得不是那么的清晰，但是看直播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东西，因为它都是用最好的机位 camera 去给大家看到的。但是现场的话呢，它有更多的一些气氛的东西在这里，你可以达到那个马戏它的一个精髓之一，就是达到观众互动的效果。就有时候你看完一个马戏，好玩的马戏，就是互动好的马戏，会让你一整天一个晚上都很开心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你们看不懂他在干嘛吗？他在跟你们在做同一个动作啊，有人猜到吗？他在撩观众，你们在撩主播，他在撩观众。说到撩，你们就懂了是吧？你看，这么一解释，你们都懂了。你们这帮老司机，那些说要撩的怎么撩法，来啊，我们聊天啊。我发现你们今天晚上没有昨天晚上那么活跃了，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， Come on。
报告小姐，这个是观众送给你的礼物。啊，这是大象。单身狗，谁是单身狗啊？路人吗？你单身吗？就只有你一个人单身吗？今天？哎，这里有多少个单身的人士？行啊，大队长，你说了一个晚上，来来去去就那几句，我都听闷了。哇，直接给啊哈哈给刷屏了。玲玲，玲玲会聊哎。哎，你们今天都单身是不是？所以你们今天晚上都不上街，一直在看直播是不是？是在珠海茶农横琴岛剧院，是的。你们直接现在就是不看小丑了，就是跟我聊天的，是不是？一直在撩。好了，我们趁着看小丑这个时间，我们一起来聊天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刚才那个大队长啊，他今天主要是过来撩我的，他说：“那你撩啊，来啊，讲话啊。”迷途小羔羊点点点是什么意思吗？迷途的羔羊，怎么撩？主播我在几排？我看一下，我在27排，远呢。你看大队长现在不说了，来啊，互相撩，来啊，互相伤害啊，来啊。Hello 20排的观众你好。对啊，大队长快来被主播撩，快。明天晚上20排的话呢，我待会儿就在20排放下一个小礼物啊，那你明天过来拿啊。我旁边没观众，我旁边就一个椅子，你们要来过来坐吗？坐得了啊。小芳好搞笑，会被保洁阿姨收走似的。哎，你们记不记得现在我们在看的这个是什么节日的演出啊？你们还记得吗？
记不记得这是第三届的什么节呀、啊？一直在撩，在撩的，撩忘了。对啊，就中国国际马戏节啊，撩着撩着别撩忘了。哎，那些要过来的，是不是要真的过来？我在等啊，快点拿个随意门开门过来呗。明明啊，说我的声音好听，谢谢你，太好了，太喜欢人家赞扬了。我都说我在27排。